说好，提不提苦恼、哦、眼看着爱变成了玩笑、哦、记忆毕竟缺乏了而点干燥，离开时他说不是厌倦了争吵，哪怕争吵照样、哦、只是不想再费心讨好，在结束前他就已经开始了奔跑，无时解渴的药、哦、去表达感觉上的需要、哦、总是思考什么不